陈情令导演发文，疑似力挺肖战。227事件带来的影响并没有结束，在之后仍旧有许多关于肖战的负面新闻，各大营销号依然层出不穷的抹黑。就在日前电视剧《陈情令》播出一周年的宣传上，肖战又被黑了一波。公正的来讲，事情的始末是有部分粉丝的错误行为，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评价肖战整个粉丝团体都是不对的。就在2019年夏天电视剧《陈情令》大火的时候，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粉他，换到现在，那就不爱请别伤害，跟风行动，让人没有灵魂，疑似为肖战发声。我觉得陈导说的很有道理，陈导和肖战拍戏前后接触了4个多月，从早到晚，足以了解肖战是一个怎样的人了。此外，但凡是在节目上和肖战合作过的嘉宾，都对他评价很好，所以我觉得肖战是个非常敬业的艺人，和他合作过的人都说肖战很不错，请多一些善意，多一些包容。